香港电台由本台与三轮法相西佛佛学班同学会合办的空中结缘，由叶文义居士主持，韦以庄介绍，吴范群编导，邓慧娴监制，现在开始播出。缘爱亦是缘，缘亦是缘，心中不必转，且接受万事千端。缘见亦是缘，散亦是缘，心中不必怨，不挂念，万事随缘。欢迎收听空中纪元节目。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喺今日嘅佛经讲座题目咧，就系会讲香港嘅灵魂寺嘅。而我哋今日嘅佛经故事咧，就会为大家播出婆媳之间呢一个故事。咁而家先请叶文义居士开始今日嘅佛经讲座，同大家讲下香港嘅灵魂寺先啦。各位听众，今日佛学讲座系香港的灵魂寺。我哋一直已经同大家研究過好多佛教的經籍啦，咁今次咧就想幫大家講下香港的佛寺。香港有歷史性的佛寺咧係好多，現在首先為大家介紹的就是新界的靈雲寺。靈雲寺是在大帽山西南的觀音山，話呢個觀音山頂咧是很高耸而圆峭的，好像妇人的云髻突出那样，好像观音大士巍巍坐在那里，所以呢就叫它做观音山，的确呢是很像的。这个山的寺宇呢以灵云寺是最出名，而且是历史性最早的，是香港尚存少数的佛教古迹。这个灵魂寺呢就是起在观音山的中部的，依山面海，林木很清脆的，风景很幽静。相传说它最初创建在明朝宣德年间的，到现在呢差不多都有500年的历史了。这间屋的屋基呢就是錦田開族祖鄧洪儀的長子鄧鑫，是起來給他的庶母王氏來做正室的。那這一間靈魂寺呢就有一件很感動人的歷史，那我在這裡呢就為大家介紹一下。明朝初期，朱元璋就登基，他就大封那些有功的人，就在广东呢有一位叫做何真的长官被封做东莞伯，他死了之后就由个仔何荣来继承了。那当时香港新界的锦田呢就有个族长叫做邓洪仪，那他有一个弟弟叫做邓洪志的，当时他们呢都是很有名望的，就娶了何荣那个疏堂妹就做妻子的。那后来呢就官府就诬告了梁国公南玉和何荣呢大家合谋作反来背叛朝廷了，于是明太祖就下令呢要杀南玉和何荣。那一時呢就搞到呢所有和何榮有關的人等呢都很驚動了。那何榮的阿叔何迪見到個侄作反，那就怕到呢有牽連了，於是就帶埋家人就去逃避了，結果仍然是被官府捕捉了，就盡地都誅殺了他那些黨羽。咁邓洪仪因为娶咗何迪嘅女做妻子啊，咁亦都咧被株连而有罪啦。咁朝廷就将佢发放咧
去辽东来充军的。那阵时邓红仪就亦都有三个仔，他的品性呢很有爱，同时很慈祥的。他见到个细佬遭受到这样的惨变，而且邓红仪结婚没几耐，还未曾有后代，亦都个人呢很愚钝的。咁邓红仪啊，就惊怕到细佬去到辽东充军啦，中途可能有不测嘅事干发生，亦都可怜佢未有后代。古代呢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噶嘛。咁如果邓红仪啊喺充军嘅期间死咗，岂不是绝咗香灯咯？咁邓红仪呢？由於他自己天性仁慈厚道，他就不想個細佬受害，於是呢就冒鄧弘志的名字替他充軍。當時啊就沒有攝影技術，因此呢一出到去縣城啊，就沒有人哋知道呢鄧弘義啊是頂替的。有些的寶甲呢亦都好同情佢哋，所以咧亦都唔出聲嚟揭發嘅。咁一路啊都去充軍，鄧弘義喺路上咧受咗好多嘅苦難。過咗三年咧，就遇到朝廷大赦，結果咧就放翻佢哋走啦。咁鄧弘義嗰陣時啱啱去到江西，一貧如洗，又抱病啦。咁啊，冇水腳翻嚟鄉下，無以為生，就喺街頭行乞，又提咗啲屍咧喺地上。咁當時咧都會有啲人同情佢嘅，或者俾一兩個銅錢佢啊，或者有啲人施捨啲茶飯俾佢啊咁樣。咁過咗幾日，就俾一個有錢人聽到啦。咁呢個有錢人咧就姓黃嘅。黄庸呢就专登去睇下佢，就睇见邓弘仪一表斯文，唔似下贱出身，又睇到佢所提嗰首诗系极之有学问嘅，就知道佢系读书人士，出身系唔错嘅。咁呢个人既然啊系流落街头，可能系有特别嘅缘故，所以呢就请佢翻屋企，系。大家咧傾起上嚟，知道佢係咁有愛，仲特別咧係敬重。於是呢個黃庸咧想安置佢啦，咁就喺祠堂度開設咗一間私塾，就聘請鄧弘儀喺度講學，教導鄉村嘅子弟。鄧弘儀咧非常之咁有心機，咁。於是呢就好得到黃庸同埋啲鄉村人士嘅敬重，咁大家呢都挽留佢喺度。咁呢個黃庸啊仲將個妹仔就嫁咗俾佢。鄧弘儀本來呢就想早啲離開佢哋而返故鄉嘅，咁但係當日啊交通係唔方便，路上又唔係好太平，咁就冇辦法就流連咗喺江西啦。就同王氏成親之後呢就生咗一個仔，就叫做阿娟。過咗兩年，鄧弘儀呢就得到病，就死咗啦。咁黃庸呢就替佢火葬。後來就問佢嗰個妹仔，佢話你丈夫就喺廣東寶安錦田嗰度係有產業嘅。咁你係唔係翻去守節，抑或留喺我呢度啊？咁呢個王氏就話：嫁夫從夫，而且亦都係有個仔啊！我應該帶個細佬哥阿娟翻去鄉下見下佢啲親人嘅。咁黃庸就話：你係咁樣想呢，亦都好啱。咁啊，於是咧就俾咗一啲水腳佢，咁就打發佢起程。王氏就孭住個仔，手上就捧住丈夫嘅骨灰，拎住個包袱，咁就經歷咗千山萬水，就翻到廣東寶安鑽，即係今日嘅香港新界錦田村啦。見到
她丈夫那幾個兒子。當時大家都不相信這件事，就由王氏拿出她丈夫的遺物，就是一把扇來的，上面就有鄧紅儀自己的題字。這三個公子呢就相信，就是很傷心，就接待王氏了，就當這個王氏是庶母一樣，對她非常之尊重。不過第二年呢，這個王氏所生的兒子鄧娟呢也都因病而死了，王氏是非常之傷心，她就覺得自己命水是十分不好了，於是請求大公子是給她呢去大法修行。當時啊，這個鄧欽呢就覺得也都好啊，既然庶母願意呢是修行，就在觀音山腰那裡呢就找一塊地起了一間屋來給她在這裡修行，同時呢就供奉父親鄧紅儀的靈位在這裡。咁呢一個嘅地方呢一直咁樣傳落嚟，就係靈魂寺嘅最早期歷史啦。呢一度地方到清朝嘅時候就有一啲行腳僧呢喺嗰度住落，大家就將佢再次係重修，由呢個圓空同埋呢妙參師喺度呢嚟住持。妙參大師是覺得這一笪地方呢很有靈氣，就在那裡將它再次來興建的。到今天呢，這一間靈魂寺啊，它就即是在荃灣石崗公路和林村錦田公路的交接點，由觀音徑小路行上去了普渡橋，過橋入了花園，咁就可以到呢個寺門啦。門上邊呢就有一塊橫石雕刻住靈魂字嘅，佢兩旁仲有石刻湧出西方千葉寶，遠城南海一枝春。咁裏頭呢又有大雄寶殿，地藏殿仲有一個好大嘅鐘，相傳呢都係明朝時候的遺物。各位，這間靈魂古寺啊，由於它是很有歷史性，同時呢鄧紅儀這麼有愛來為弟弟呢是頂替從軍，在今日我們這個時代眼光看起來或者覺得呢是很奇異。不過這樣在古代啊是崇尚有愛的時候，我們覺得他這種事蹟更加是難能可貴的。聽完今天的佛經講座之後，接著是有一節新聞報告，新聞報告之後是繼續會有空中結緣的第二部分的。收听过新闻报告之后，继续是空中结缘的第二部分。今天请大家收听的就是一个叫做婆媳之间的故事，请各位收听。成身大汗，究竟咩事啊？宏，水伯，我好激气啊！我知道你好激气啊，唔紧要，唔紧要，嚟嚟嚟嚟嚟，
坐低志哥，啊，坐低坐低坐低，哎，坐低坐坐低志哥，嚟，啊，唔坐低，唔坐啦，啊，我走啦，我要走啊，阿宏啊，坐低先，一阵至走啊，嗱，你讲俾我听，究竟因咩事咁激气啊？系咪有人虾你啊？你唔怕讲噶，水伯，你唔好拉住我，家丑难言，唔好阻住我，啊，家丑。啊，我明白啦，是不是你屋企又煞气呢？咪系咯，总之一言难尽啦。唉，顺婶又同你老婆煞气，咁你都唔使咁激气噶，跑到气来气喘，为咩事啫？为乜？哼，我劝佢哋少句声，但系佢哋点都唔睬我。啊！咁我唯有走啦，我唔翻去噶啦。哎呀，家婆媳妇嗌下交煞下气，好平常啫。一使乜搞到话唔翻屋企啫？嚟，坐低坐低坐低讲啦。吓，水伯，你都知啦，我父亲早死，嗯，一向都系母子相依为命。啊，系啊，我知啊。唉，顺婶啊，苦姑守节。你又听教听话，咁真系冇言子孝噶啦。唉，不过自从旧年娶咗阿娇翻嚟，嗯，佢哋家婆新抱之间好唔和洽，动不动就嗌交，家嘈屋闭，唉，猛死我啦。哦，原来系咁系嘛，咁唔怪得啦。阿宏啊，嗯，今日佢哋又嗌交咩系嘛？系咯。阿娇话要翻外家，母亲又系要走，咁手背系肉，手掌又系肉，争得边个啊？哦，咁不如我自己走咯。你走？你走去边啊？水伯，天涯海角，四海为家，斩落得个逍遥自在。咁啊？喂，阿宏啊，唔好讲咁多啦，啊，我同你听下嘢，包你心开意解嘅。水伯，唔好讲笑啦。我而家咁烦，边度有心机听嘢啊？哦，唔系咁讲啊，嚟啦，听佛陀说法啊，哦，包你心开意解，啊，佛陀说法，系咯系咯，啊，咁啊，你会心开意解噶，嚟嚟，跟我嚟，跟我嚟，跟我嚟，水伯，嗯，我唔想，哎呀，讲乜嘢啊？嚟啊嚟啊，佛陀呢就喺嗰边树荫下边嘅咋，嚟啊嚟啊，啊啊。各位善知识，行快啲啦，行快啲啦！佛陀已经开始说法噶啦，行啦，行啦，快啲啦，快啲啦！阿宏啊，坐低，坐低吓，坐就坐啦。世人嘅欲望系冇止境嘅，呢种情形就好似一个猛饮盐水嘅人，永远冇办法解渴。他越是得不到满足，他的欲望也都越来越强烈，所以人总是被烦恼和焦躁所环绕。人类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没办法填得满的。这种求不得的痛苦逼到人近乎疯狂，人类为了欲望而争斗，欲望是烦恼之王，各种烦恼都是皆由欲念而起的，除非停止欲望，那内心才可以宽大而悦。唉，真是说得好啊。这位事主，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发问的。我有些心事想跟你说。你有心事是吗？随便讲啦。佛陀，我想跟你学道，可以吗？啊，咩咩话？阿宏，你想出家学道？唔得。施主，你对阿宏出家学道似乎有啲意见喎。点解呢？佛陀啊，阿宏啊，仲有家女，尚有老年母亲。
下有后生的妻子，一家靠佢支撑。水伯啊，你唔好讲啦，唔讲唔得嘅，我要讲啊。两位事主无谓争论啊。出家学道是有原则的，不可以咁随便的。阿宏，做人是有责任的。既然你仲有家庭负担，母亲妻子都需要你帮忙，你不可以一走了之的。佛陀，我好痛苦，我不想对住佢哋，我不想对住个家，我不想被个家困死。阿宏，你咁谂就错啦。家庭是每个人自己的果报，果是由种因而来，你应该承担自己的因果，勇敢啲啦。佛陀，我好唔开心，我母亲、我老婆成日都嘈交，家嘈屋闭，搞得我好心烦。世间法就是咁样噶啦，生命好多苦恼，苦恼是需要化解，而不是逃避。哦，苦恼是需要化解，而不是逃避。是，因为化解苦恼等于因果消失，而逃避呢，果报是会跟住嚟嘅。咁样，佛陀，我点做好呢？你忍耐承担啦。不过有机会，我希望能够同佢哋倾下。佛陀啦，佛陀，阿宏啊，水伯，你母亲。阿宏啊，啱啱我就静静行咗去啦，见到你母亲啊，佢话揾你啊，我咪带佢入嚟咯。阿宏，母亲，你唔好走啊，你翻去翻个几啦。母亲，母亲，哎呀，你两仔乸都咁伤心，冇用噶。嗱，睇下佛陀有咩指示啦。佛陀，佛陀。佛陀，佛陀，女施主，你有咩想讲，唔怕讲啊？佛陀，我都唔知点算，唔知点做至好咯。女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你明白呢个道理吗？佛陀，我明白，不过我都觉得好奇怪。我只是得一粒仔，一个心宝啫。我好锡个仔噶，但系点解我会讨厌个心宝，硬系同佢猪多拗叫嘅咧？人嘅烦恼系好复杂嘅，而讨厌、憎恨系烦恼嘅一种，一定要化解佢啊！佛陀，我都想化解噶啦，唉。成日就笃眼笃鼻，我好烦噶。咁或者你哋暂时隔开下咧？啊，系咯系咯，咁横掂阿娇都话翻外家咯，咪由佢翻嚟一头半个月行开下咯。水白唔得嘅，啊，都系我行开下好啲。我点解啊？有后生行开好过你老人家噶嘛？水白。你有所不知的啦，阿嬌而家有咗新紀，實在係唔適宜出門嘅。佢外家好遠㗎。哦，咁又係啊，要搭船去㗎。唉，不如咁啦。啊？唉，冇法啦，嗌霎成咁，佢又粗身大細，唯有我行開下係啦。母親，你去邊啊？你家姐成日都希望我去住一下，我咪去佢嗰处住三两个月咯。过咗三两个月，等阿娇苏咗细佬哥啦，咁嗰阵我翻嚟就啱啦。顺婶，你啊讲得啱啦，啊，你做老人家嘅肯让下步，咁咪最好不过啦。咁我都要为未来嘅孙着想嘅。咁啊系，嗌交不和就一件事。不过我都唔想阿娇
在驮住细佬哥的时候激亲，如果伤了胎气又好麻烦噶。母亲，真系委屈你。几位事主，世间最伟大的爱就是慈悲，慈悲包括容忍、宽恕、牺牲同埋祝福。女事主，你老人家肯忍让，咁真系好啦。佛陀，都系咁啦。宏啊，嗱，你翻嚟屋企都要劝下你老婆，叫佢唔好太过刁蛮啦，吓。第日咧顺手翻嚟，大家相处和和就好啊。水伯，我会噶啦。我哋大家翻去先，唔好阻住佛陀休息啊。喊得咁凄凉做咩啊？四姑，你嚟咗啊？系啊。乜咁坐当啊？嚟啊，坐啦。系啊，得啦得啦，大家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唔关。系啦，娇嫂啊，我煲咗啲汤，顺便拎碗嚟俾你饮啊。四姑，你真系有心嘅啫，留翻俾你自己饮啦嘛。你唔好客气啦，我煲咗好多啊。嚟嚟，趁热饮咗佢啦。等我自己嚟得噶啦，真系唔该晒你啊，四姑。唔该啊。等我试下你啲手势先。好啦好啦。四姑啊，你啲汤好好味啊，你真系好手细嘅啫。哎呀，煲汤就无他嘅，落足材料，够火炉，咁就煲得靓噶啦。系咧，阿宏哥咧吓，乜唔见佢啊？唉，唔好讲佢啦。哦，佢出咗街。出咗街？去边啊？出咗铺头咯。哦，佢出铺头做咩啊？咪接佢阿妈咯，奶奶今日翻嚟啊！哦，原来系顺婶翻嚟啊！啊，咁啊系啦，过几日系仔满月咯噃，唔怪得啦。怕系啩？唔知道。哎呀，咁做阿嫲嘅咧，翻嚟睇下都好应该嘅，只不过咁啊娇嫂，屋企多个人啊，你就要忍下啦。忍，我梗系忍啦。知不过咯喎，好丑有人知啊！咦，外边好似有声咁噃，唔知系咪阿顺婶佢哋翻嚟咧？点会咁快翻嚟啊？如果系佢哋两仔乸翻嚟啊，仲有唔加嘈屋闭嘈生晒咩？你都知道我老公把声噶啦。咁又系，哎呀，娇嫂，你无谓激气啦，忍下啦。唉，四姑。讲开又讲啊，其实边个想激气嘅啫？个个人都想和气噶啦。嗱，好似我咁，我自细就娇生惯养噶啦。我父母啊，几惊我受男家气啊，所以拣嚟拣去，媒人婆先同我拣到呢家人。哦，就系阿宏哥咯噃，原来系媒人婆拣嘅，咪就系佢咯。我就系贪呢家人，只系得阿宏一个仔。咁我嫁咗翻嚟，就唔使受嗰啲姑叔婶母嘅嫌弃啦嘛。啊，咁你父母都几识谂喎，佢哋咁仲啱啊？梗系啦，如果唔系，贪阿宏咩好？我大哥咧就喺衙门嗰度走趯嘅，我父亲有唔少嘅身家，四姑你话系咪啦？哎呀，咁啊梗系啦，你外家话晒都有财有势。你肯嫁俾佢啊？佢系真系好彩咯。不过我啊有啲唔妥啫。哦，又有啲咩唔妥啊？咪就系我个家婆，你哋嘅顺婶咯。哦，你个家婆啊？哎呀，系咁噶啦，老人家系啰嗦啲噶啦，嘈过咪算咯。哎呀，你唔知噶啦，四姑，有佢喺度咧，就家嘈屋闭，冇阵安乐嘅。咧，佢一去咗佢个女嗰度咋，我哋就一天都光晒啦。
那些衰气啊、煤气啊，全部都散晒。哦，所以连添丁的喜事都嚟埋啦。哎呀，娇嫂啊，你呢番说话真系得意噶啦。我又做咩事啊？母亲，你跌倒啊！阿娇，阿娇啊！快啲出嚟啊！母亲跌倒啊！哎呀，原来翻咗嚟啊！弊啦弊啦，唔知有冇听到添噶？难怪你佢。阿文，上婶，做咩啊？做咩啊？跌倒啊！阿宏啊，扶起身啦，扶起身去。冇事嘅。顺婶，翻咗嚟啦！哎呀，快啲扶佢入去唞下啦！母亲啊，好声。母亲啊，做乜你行翻出去门口啊？我翻车。啊！我唔入去。你点解行翻扯啊？母亲，呢度系屋企嚟啊！你仲去边度啊？啊，系咯，顺婶啊，你啊搭咗一日一夜船，然之后翻到嚟，梗系好辛苦噶啦，翻入屋唞下先啦，啊！我唔入屋咯，我仲入去做乜嘢啊？唉，原来我有衰气煤气，我姐。我借咗屋企先有喜气喎，我仲翻嚟做乜嘢？翻嚟做乜嘢？边个讲噶？唔好听埋啲闲言闲语啊！水伯，真系奇怪，母亲行先几步啫嘛，头先佢仲好开心噶。系啊，嗱，我同阿宏又去接船，行李食物几箩，我哋两个人担。咁行行下，条绳就断咗。阿宏就帮我绑翻好佢，顺婶就行先，系咁啫。弊咯，顺婶听到啲罩忌说话。四姑，咩罩忌说话？啊？唔知噃，我唔知啊。我屋企有啲事，我要翻去啦，系咁先吓。我扯啦，我扯啦，我走。母亲，我走啦。母亲，阿嫂啊。咁究竟你知唔知系咩事啊？知唔知啊？讲起上嚟，都系我唔好嘅，我衰，我一时口多多，讲埋晒啲无聊嘅说话，俾奶奶听到，激嬲咗佢咯。一日都系你，而家唯有去追佢啦。喂喂喂，四姑啊，四姑啊，唔好行住啊！又做咩啊，水伯？翻嚟翻嚟翻嚟，咁。我哋就去追阿顺婶，睇情形呢，要费好多唇舌噶。你都嚟帮下手啦，帮手轮流凑下仔啊。哎呀，乜咁鬼烦噶？哎呀，四姑，人哋家事你理咁多做乜嘢啊？理人闲事冇功劳噶。哎呀，去咪去咯，咁多做咩噃？你行啦，跟住嚟啊！你唔好跟住嚟啊！我点都唔翻去噶，母亲，点都唔翻去噶，母亲啊！奶奶，我跟住你。系咯，阿顺婶啊，阿娇后生唔识世界，你咪原谅佢咯。我要见佛陀，都系佢教我行开下嘅。唉，点知真系有麻烦。你哋唔好跟住我啦，你哋唔好跟住我，我要见佛陀。母亲啊，奶奶，水伯，咁点算？你叫我点做？啊，水伯，佛陀行紧嚟啊！佢同母亲倾紧偈啊！哦，系噃，阿宏啊，你母亲好激动噃，佛陀讲咗好多说话，似乎都劝佢唔掂噃。哎呀，咁不如行埋去听下啦。都好，行埋去听下，睇下佛陀点样劝佢。施主，我听完你嘅说话。知道你的遭遇，我好同情你。不过你最好能够再容忍下啦。佛陀，我都好容忍噶啦，我已经避开佢噶啦，但系仲俾人冤枉，唔通世界上冇正义嘅？我唔忿气，我唔忿气，我好激气啊，我好激气啊！施主，你可唔可以宽恕你嘅媳妇？唔可以。唔可以，因为佢冤枉我，佢话我有衰气，有煤气，我点都唔原谅佢噶啦。施主，宽恕系美德，系善种子。如果你能够原谅你嘅媳妇，咁无形中将善种子撒布喺你嘅心田，
好有功德噶。我唔要功德，我唔要功德，我愤恨，我愤恨，我要报仇，我要报仇。报仇系最丑恶嘅行动，对人对己都冇好处，只不过为咗一时意气啫，何必咁做呢？不读，我唔愤气，我要报仇，我要报仇，我的心好忧郁，我就嚟发癫噶，发癫啦！冇错，愤恨、忧郁、激动，都是不良的情绪。如果长久在内心郁结，积积埋埋，日子耐咗，真系可能会发癫噶。佛陀，我可能会发癫。是啊，不良的情绪已经是不正常，再严重一点就会发癫咯。佛陀，如果我发癫，我会怎样啊？一个人发了癫，意根错乱，行动失常，会做出些危险又恐怖的事的。佛陀，是什么危险而恐怖的事啊？好像现在这样，你这么憎个媳妇，如果你发了癫，你会杀害她，甚至杀害她的仔的。她的仔？嗯。她的仔，即是我的孙。哎呀，咁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佛陀，唔好咁样噶，唔好咁样啊！施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佛陀，但系我好痛苦噶。只要你放下内心嘅执着，心无挂碍，咁你就会断除痛苦噶啦。佛陀，救下我母亲！佛陀，佛陀，咁点算好啊？慎莫种因，更加慎莫种恶因。施主，你哋大家都有不时之处，要大大忏悔啊！系，佛陀，我知道我自己太过刁蛮，不过我以后我会改噶啦，我会好好咁对待奶奶。施主，你媳妇已经知错，她肯改过，以后好好咁对待你啦。咁你应该接纳啦。所谓得些好意须回首，无谓太执着啦。慈悲嘅爱系包含容忍、宽恕、牺牲同埋祝福嘅。你仲记得吗？记得。既然你记得牺牲，又懂得祝福，那你无谓激气了。太多刺激是无益的。佛陀，我醒悟了。哎呀，那就真是好了，真是好了，一天都光晒了。哎呀，这样都没那么怕。奶奶，母亲，我们回去了。我们回去，走吧。各位所收听的就是空中结缘的佛经故事《婆媳之间》了。剧中人是由黄少强饰演佛陀，谢允儿饰演顺婶，谭翠莲饰演娇嫂，温泉饰演水伯，丁欣饰演四姑，简伟安饰演宏乐。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的信箱是暂停播出一次，节目就是到此为止。好多谢你收听今天的空中结缘，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是缘，缘亦是缘，心中不必转，且接受。
万事千端，缘见亦是缘，散亦是缘，心中不必怨，不挂念，万事随缘，空出我心，那种种世相缘，样样不苦恼，永远也未挂牵。